我再讲，刚刚也在说明哈，就是现有的室外的公共空间绝对不会减少，绝对不会减少。但是将来新盖的那个建筑里头，可以容纳或者设计其他的其他部分。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针对刚才学生会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做延伸的疑虑，就是老师刚才没有提过，就是关于场地使用的付费的观念。可是我听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学校要去想那点的，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像假如说你现在想盖这个知识台，然后里面有多功能活动场，然后学生进来，然后你觉得说使用者要付费，可是今天老师你说你是读经济的，可是现在我感觉就是。就是来就是独占啊，那如果你说最后随便配偿，学生来第一次收100块，然后之后跟我学生讲说啊，不然现在学生变涨200块，那之后可能花花就涨300块。那我自己知道，现在最穷职业就是学生啊，学生一个月收入才6000-7000块，还是项目拿的。那你这样跟我们一直跟我们拿钱，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学也是不太合理啊。像之前说什么学校提供场地，提供我们学校社团学生使用，那近期你看。之前原本主管可以用的，然后现在社团想要办个演讲，然后也跟社团收场地费收1万块哈。那我觉得学校好像把我们学生当凯子一样，使用者付费这样，钱拿来这样。那之前说那个用词不会涨，然后健身房不会涨，后来都说都要涨啊。那我觉得关于使用者付费这部分，学校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证，说将来我们学校如果真的我们学生能够使用这个智慧式台多功能的运动用场，可以保证我们就是说啊，假如说学生就。可能在校学生固定就是30块、50块之类，这是一个固定价格，或是学生有些优惠这样，不会说之后只收使用者付费，然后就跟我们越收越多这样变相抢劫这样，谢谢。不要站起来讲，因为这个很重要。我先补充一下，我刚刚报告那个李主任建筑师的这一个，其实是没有他的千万分之一啊。所以如果因为这样造成各位对这个智慧市场的误解，我要跟各位同学还要跟李主任建筑师。前面他报告整个报告是其实前面他在跟校长或校长或者主管报告的时候，让我们非常的那个感动。但是我要先说明这个。第二个说明使用者付费的问题的话，那个我先举例来讲，我一上任的时候，我就跟学生会跟所有的社团的同学讲说，你们去联署，在行政会议里面要求以后学生的任何社团到各大楼去举办活动的时候。各大楼是不应该收场地租金的。你若不相信，问所有的前面这一排的干部们。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们学生，我要讲使用者付费，是因为你们学生同学已经缴了学杂费。这个学杂费里面，就我们经济的角度而言，你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所有的教学的任何的活动，包括社团活动，都已经一视不亲了。厂商就是学校，本来就是该提供这些的活动。所以如果学校要用使用者付费的观念跟你说场地租金的时候，这是不对的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因为我学杂费已经交了。所以我当然有理由使用这个场地啊，或者我怎么样交学杂费，那我这样你就把我的学杂费扣回来。所以我在用这个说明，使用者付费不是说你来用了就一定要付钱，而是你在一开学的时候，你已经缴了学杂费。如果要这样的话，那又哎，我来上这门课，过来上这门课，我要收取多少钱？那不对，我一次已经缴清了。但是如果除了这些你的教学以外的额外提供的，你就到游泳池之后，如果今天的游泳池是上课，那当然不开始收费用。可是如果你是开放给额外的其他的，不只是同学，包括教职员去使用的时候，他那个额外收取费用，为什么？游泳池就是这么小，它有排他性嘛，而且是在5点以后提供。如果是8点到5点之间上课使用，你当然就要拒绝缴这个钱了。但是如果是之后你额外使用的时候，你当然要缴。这个就为什么我要举说，你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要缴那个停车的你要缴过路费。为什么？因为是只有拥有轿车的人才会开上高速公路，而且是时间精神很比较好的。你开一般马路的当然是不应该收取。所以我。真的将使用者付费回到这一个所谓的公共活动中心的时候，如果里面当学生的社团活动中心的时候，怎么会收取费用？当然不会啊。那如果今天里面的体育设施的这个活动里面，如果用不到水电，那也不应该。如果是全面性学校性的同学都在使用，当然不应该收费。但是如果只有额外少数
几个团体在使用的，那你就是要收集资料。所以我看要针对使用者部分这个部分做非常明确的说明。那如果骗人的话，我就会告保证，我只会你关我，我当场被离职。我第一个想。各位成长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气管系的同学。然后我有几点问题，就是想询问一下那个前面的师长。第一个就是你就是建了这个智慧生态之后，他的，例如说他刚刚提到说要建一个什么讲堂之类，那你的一年的使用率有多高？你会每个月都使用，还是每个礼拜都使用，还是你变成做的时候半年才使用一次？这样你导致他的我的整个使用上会变成一个半轮子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对一个顶尖大学的大学来说的话，进入社会真的是必须靠这个智慧师台嘛？每间大学，难不成我们去 Stanford 大学或者是去哈佛大学，就是为了他的这个地标这个而进去了吗？我们进去，我们能够提升整个中兴大学的知名度，并不是只有靠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可以做发扬之前学校的一些现有的东西，例如说学校是以少数在台湾里面是以农学院起家的一个学校，而这个问题我一样写信给校长，而校长依旧没有给我信，我不知道那个主秘刚才说法是怎么样，我可以随时调我的意见给他。我询问就是，既然是以农学院起家，为什么学校没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例如说校花，台大有杜鹃花，然后政大有包总茶，清大有菊花，那中兴大学农学院起家，为什么都没有？那再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每次中大在学习在迈向顶尖大学的计划当中，都只学到皮毛而已。例如说像学科系统，我们花了2000万买了半套的学科系统，可是之后好像据我所知，学校因为觉得每学期的维修费太贵，然后有可能会将这个学科系统而打入冷宫。那我们就是能不能顺便也求证这个部分，因为我感觉我怕担心，就是在做这个东西，你是以顶尖大学系统，就顶尖大学每个都有个地标，因此你就决定说你要盖个地标，那这个地标盖下去之后，你是投入了3亿元的经费，比2000万还要多，那么是真的有它的必要性吗？会不会因为你盖了下去之后，发现用了2年之后，觉得说它不怎么好用了，然后就把它荒废在那里？我的问题就在就到这边。针对一个给校长是个 email， 我回去查，晚上我会回 email， 我会跟校长报告这件事情。校长在回我的路上，他的 email 是他自己回，就会转给我们相关，包括我会是他的秘书回。那如果 email 没有回到那个 email， 我在这里跟你道歉，但是晚上回去会立刻回 email。我想刚刚同学你讲的蛮有道理，并不会说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东西，然后就特别有。不过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都是同步的哦，很多很多的，我刚刚有讲过，我们目标是让中兴大学更好。那你可以走这一条，就是协助这个方向，不同方向去协助的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倒是大家可以期待，可以去共同去努力的哦。我刚刚谈到那个讲台讲堂的部分，实际上这都是暂时的，假设同大家认为说这是 OK 的，那其实在后续的管理操作上面是可操作，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的讲堂去开放通识中心各式的演讲，所以它的使用率是不会太低的。如果说今天我们同学都还是在都能够有我们同学活动的空间，那自然而然那个东西会变成是我们同学可以使用的这个地方。所以我想假设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它的使用率在后端的这个管理上面应该是可以达到它，让它使用率更高一点哦。那至于选课系统是不是我的业务了？不过我所了解的还是主要讲选课系统，是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主要的焦点啊，所以就是。
补充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纯粹就是在这个篮球场跟网球场上面盖这个多功能活动中心包括上面的智慧式台。我知道在网络上各位同学对学校有很多的建议，那包括学生宿舍，包括选课系统。我是用选课系统做一个举例，因为当初学校会更改选课系统，是因为各个顶尖大学几乎都是用这个选课系统，所以学校才决定要使用这个选课系统。而它移植到台湾之后，因为那次选课系统我也有去参加那个会议，所以因此我知道说学校为什么会更换这个选课系统。那就是我是用这个做一个举例，而不是因为要模糊今天的焦点，只是因为它这个经费会更比2000万更大，所以能不能说学校正在做这方面做一个显示，而不是混淆了，就是导致又要就是重蹈这些覆辙。我先对不起，我先不回答一下，因为刚好在行政会议当中大概有谈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有讲说在慢慢组织补充，事实上是没错，那个系统当中呢，过去只花了钱，那现在如果要再持续这个系统，它要花很多钱去做每年的这个自我维护的部分，所以机制中心呢，它事实上他们有要尝试的，有人力的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反而相对的应该是不会再花更多的钱去做这个事情，是我们用我们机制中心的本身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 cover 这样的工作。那这是一点我要回应。第二个是刚刚同学讲说台大有杜鹃花，那我觉得这很棒，就同学没想到，那我们是不是同学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来办一个票选中大学的这个校花不是人，而是那个植物的部分。OK， 我们也可以来票选中心大学的集锦，我觉得很好。我想这个学务处可以来，如果大家认为这是很必要的，学务处植物旁边就来做这个事情，来凝聚大家。哎，对，中大的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花是最棒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操作的了。好，那我也可以去调一下记录，看过去有没有办过。如果没有的话，那如果大家同学们认为说这很必要，那我们来做做看。基本上现在学校的电脑系统的建制费一共花了4000万，4000万是万，我们每年要支出2200万的维护费，2200万是学校最后付给厂商啊。那你先想象，那机制中心现在他担起这个责任，就是说机制中心努力的去开发自己学校的系统 ，OK， 就是他们自己要额外去花更去挑战。那同学。就像现在这个灯泡嘛，现在要省那么多灯泡，有 LED 灯泡，我们现场灯泡要换掉。可是如果你最后统计上来，你这样子你们可以节省20%的电费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更换这个灯泡？跟这个资讯系统一样，就是说现在算起来，每年花去年的2200万的维护费，其实真的对学校来讲，第一个是这样，我们有资科系，有资管系，我们是要努力自己看。啊，现在校长是说要把这个钱用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开发系统上面。啊，这个简单的回答，我希望下面回答小组。至于要不要地标，这个地标是代表新的顶尖大学还是新的这个地标？我刚才讲 ，ICON 这个完全是一个信仰。这 ICON 这个字源基本上就是希腊神教上面的一个图像，这圣像，这字源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这完全是精神上面。我不敢讲是先有 ICON 还是先有这个顶尖大学的学术学分。Okay， 那中心大学的农学院当然很惭愧，就你举例这部分，你吃过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校园上面有一个让我们在称颂的杜鹃花或者是樱花或者什么花，没有这种代表性的东西。但是同学们，中心大学的农学院是也它的评比是远超于台大农学院的。这个评比不是说你这个。就是在学术发展上面很多面向，中央大学有很多东西做不好的，但是在学术领域上面，中央大学其实还是做的还让农学院还好的。OK， 这希望能够回答各位问题。后面同学，后面是生。大家好，我是生科系2年级的学生。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建案是要参考学生的意见，那如果我想问学生代表的11票要是没有通过的话，你们这个建案还会继续吗？学生
代表如何能够汇集这个所有的意见去修正这个案。我跟你讲，这个案子就逐渐在酝酿、在讨论中了。最后汇集出来的最后的规划案一定要符合所有同学的意见，或者是我不然，当然我现在不能在这里讲说学生去投票去这个去。去表示这部分赞成或不赞成。因为你们讲的这些，但是我目前今天的会议的目的是，这个说明会的目的是来收集在座各位同学的意见，我们再去会诊，再去做其他的修正。对啊，可是你们今天的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这个东西会建立的这个前提之下，可是要是这个提议没有，这前提没有成立的话，那我想知道这个校友捐赠的那三亿元，他会不会有道德方面的考虑？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难道校友给你们三千万，三亿的时候，他要带什么就可以带什么吗？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吗？因为校友捐赠的钱不应该就是帮助学校，就是像选课系统、宿舍、翻修一些维护，就是让学生权益提高，这样为什么他可以说我要带一个我纪念我纪念碑，然后就给你三亿拿去干？还有希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到林万年先生就说明。
这样可能会是我们组装的看法啊，看看各位同学可以提出。
这个校长在最近期会带我们带领学校的行政主管全部去参观这个明德女中啊。明德女中就是有一个地下的篮球场，大家如果有空的话离我们学校很近啊，就是他们路的尽头。他那个球场没有额外的光线，通风也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在地下一楼 OK， 就是设计上面可以克服部分的这些问题了，好不好？好，其他同学这边再讲一下。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发表。也刚刚有提到林冠廷先生，他帮我们原创基金争取到很多的权利，一些资源。那我以下有几个小小的可以建议，是不是？因为大多同学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建筑物，林建筑师好像是上面的草案的建筑设计图有点模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能有找个机会，就是让这个设计图让同学能够了解一点。可以避免掉更多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是有关体育，我们新建完成的建筑是否会有电机工强站人士能够方便使用？因为在目前我们的体育馆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辅助强站人士可以方便上下的部分，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在新的建筑物当中，我们能够多一点让残障人士能够方便使用这些器材。以上是我小小的建议，谢谢。非常简洁，非常好。那为了采纳在这个理念的设计当中，这个我们会具体把它反映出来，谢谢。你好，我是园艺三的刘玉勋同学。对，首先我很肯定林万年先生对就是新建智慧之台，然后想要凝聚学生向心力的那个心。但是我觉得想要凝聚向心力，一定要让学生了解这一个智慧之台的建造理念，还有它的外形啊、模型那些。但是刚刚主秘讲的非常的迅速，对，我相信各位同学都没有想得非常清楚，而且对这个功能的想象也非常的模糊，对，所以我觉得等一下我会请主秘就是再讲一次这样子。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学校一直在讲说我的篮球场、排球场未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是刚刚又提到使用者付费这个方面，就我看来，就学生的想法看来，因为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会觉得篮球场和网球场都变少了。然后刚刚也讲到我们会在外面先新建一些替代的篮球场跟网球场，那等智慧之台新建好之后，这些篮球场跟网球场会拆掉吗？然后我是园艺系的同学，那我刚刚听到那四面篮球场会盖在排球场后面，那这是我们蔬菜实习的菜园，那对，那我们的菜园会移到哪里？因为园艺系的同学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而农艺系的同学也非常关心这个菜园会移到他们那边压缩他们的空间。对，然后接下来我第三个问题是，智慧之台新建之后会不会压缩到园厅跟体育馆的功能？那园厅跟体育馆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请蒋方面的说明，谢谢。园艺系同学当然担心他的实际场所哈，这个当然任课老师跟园艺系主任更比我们更早担心这个事情啊。那在跟这个园艺系的主任也做过协商，将来希望在农场部分去规划这个园艺系的实习，但是学校会提供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这一定会解决学生这样的实际场所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地面上在建制的新的球场是永久球场，不会因为这个开工施工或完工以后把地面上球场，不会，那是永久球场。也就是说，现有的球场一定是会满足同学现有的这个球场的数目。因为一个问题，我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再讲是这样而已，所以刚刚有请
几次的副校长，那我们又跟校长报告，我们是可以请李主任建筑师的事务所，他们有那个安排的时间，如果大家认可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是可以请他把这样的整个设计的理念来做说明，甚至我们如果说万一他时间上不能同意，可以用录影的方式，请他在他的建筑师里面来做说明，我们把他全程拖到网站上面，让各位同学来更了解。因为如果你叫我再说明一次，我会觉得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另一个建筑师，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采取。好，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深科系杨玉茹。那我想要先说一下，刚刚主秘一开始的时候说，东京大学、哈佛大学、MIT 等等学校都有一个明显的地标。但是呢，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东京大学的校地有136.9公顷，那学校人数只有36,149人，哈佛大学有202公顷。那他的学生人数更少，有21,950人。那东京大学只有53公顷，却有30,000多的学生。那我们真的有这个空间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地标吗？另外就是，好，我们如果说台湾地小，所以学校很小，没关系。台大是台湾的第一学府，但是它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地标。所以我们可否跟李万宁学长沟通说，学校其实需要的是其他的部分，而不是一个所谓的 icon。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的这个说明会，学生的意见到底能不能会完整传达给李万宁先生，然后让学校比较有筹码去跟李万宁先生说，学生反映的他的理念很好，但是学生需要的并不是他所想要给的，那这样子对于两者的沟通之下才会比较有帮助。谢谢。我们分享今天的，我讲刚开始包括今天没有到现场的同学，都希望能够全程的这个了解今天的公说明会的内容，所以做了录影嘛，哈、那也会把这个所有的资讯啊，这个转达给万年理事长啊。那我刚才讲林理事长，其实他在今天说明会之前，他也表达他愿意来面对同学，跟同学互相这个沟通交流哈、这个那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不是在八点泡东西了哈、这个我刚才讲地标完全是一个非常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这种优点不代表地标，也是代表其他很多其他多功能，我们在强调多功能的设计，然后把同学的部分所需要的功能去加到这个建筑物的内容里头，内涵里头。去沟通啊，这个不会说就学生讲学生的，我们就不理会，不会，我们一定会去继续沟通，因为到最后这个，我想所有跟同学，我们来自实验室一样，所有 research 都是一样，有一个 proposal 出来以后，就去做实验嘛，做不成，实验做不成，就这 proposal 就结束了，就停了，没有这个，我不想是问题了。那个我想要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的利益的话，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学生，都提出彼此的意见，然后我希望是学校跟学生彼此都可以像今天一样一直持续做沟通，一直不断做说明会，或者是说可能如果建案有一个主案，那也可以找学生来就是听听看，就是学校已经做好了决定，那有什么意见，就是我希望是不要只是开一次学说明会，就是持续做沟通，一直持续不断做沟通，然后希望学校跟学生都可以不要让心中的热火，就因为开这一次会，那就是说啊，我开完说明会好，大概了解，然后最后可能持续有其他说明会都不来参加，然后就。
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一起参与这个，而且是持续长久。谢谢。谢谢同学的意见。我刚刚讲了，我在这学校长大了，大三念书到现在大概30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了。我第一次非常感动，那么多同学这么热心，这么关心学校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工程，呀，这是第一次。我当然希望这种向心力、这种热火、这种热忱，能够传遍学校，在所有的学校事务里面。各位在场师长及同学，跟大家晚安，大家辛苦。那我这边有我是森林所一年级的同学，叫陈凤昌陈同学。那我有3点问题想要请问呢师长。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智慧之台的这个选址，它的这个选择的位置是否经过专业的评估才选择在那个地方，不然我也会认为说可以盖在行政大楼后面的草坪。我想同理心啊，不是同理心，因为今天使用权的操场多数是学生，所以我们当然会反映说，那不如那就盖在行政大楼后面吧，让大家体验一下。那边也需要一个很大的，反正那边的地，我据我了解，行政大楼的地下室停车场使用率不高，因为它都停在上面。那第二点呢，我想请问是这个案子的这个林理事长，他这么好意跟好心，我们希望可以尽善尽美，在接受学长这份心意。但是我们好奇这个提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学生又是什么到现在才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这样一个部队的资讯？我想请问这个时间点的到底拖了多久，或者我应该不应该讲拖了，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程序跟学生做一个沟通是什么时候才有的？你们就是在可能事先的议筹或者什么会议当中之后才跟学生做这样的反应？我比较想了解，当这么如果假设是这么久，是否合乎这样的一个程序的合理？因为学生会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我想各位师长都应该清楚学生很在乎使用权的一个权益。第三点，我必须提哦，我们这里是国立大学，我们已经念大学，我们都知道没有所谓的权威跟大师。那今天我们就算不拿那一毛钱，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学校也是有一个义务，开放给这个地方的当地的一个居民跟同学参与。所以不论设计的好与坏，我觉得都应该开放投票，不论以网络票选的方式或是什么，让大家有这一份心可以参与票选，而不是单方面的沟通，让同学跟当地的居民会觉得很错愕，就是有的东西就盖在那里。或许他会觉得刚刚只有设计图这个样子，可是我们要想看，就刚刚这个秘书长所讲的，您所说的原场地的只会多不会少，那右边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看塔盖在那边，右边是体篮球场，左边是游泳池，挺怪异的。我们不能只看景物啊，我们要配合周遭的景物啊。所以我很好奇是，对于这样的设计，如果只是以中兴大学校门口来看的话，那从其他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本身是学校设的，所以我知道从空照上看起来是蛮诡异的。所以我想请问说，是否设计上可以更公开的资讯给大家，给同学做分享？谢谢。选址哈，选址的这个其实这个地址也是开放讨论的哈，但是在学校的几次讨论会，其实这个地址也变了很多。我不瞒各位，我讲个最劲爆的这个消息给各位听。第一次女主演的电影是从中心湖的底下冒出来的，可是那个工程费要超过10亿以上。那他也不希望破坏中心湖，也不希望破坏中间的一草一木，那是无中生有从这湖底上冒出来，那是其中一个选项。那因为实在讲的那个工程费太豪华。那刚才您提到一个是，我是非常佩服你啊，我实在也没想跟你吵架，你怎么跟我同样的想法，就盖在把这个行政大楼拆掉，盖在那个位置上。我想这个可能就不会影响到同学。OK， 那后面有人拍手哈，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没去考虑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评估上来是不太对的哈，就是在那李建筑师他的设计，他也是他自己本身来到校园几圈以后，他也做了几个选项 ，OK， 那最后他是建议
它建立出或建立在这里。那我想说，这个位置还是选项之一。今天同学也一样可以表示意见，就是说是不是盖在哪个位置上面比较适合？就完全不是说定案一定要盖在这里，只是说我们做用这样子一个模型，然后去做各种配置、各种配套，看能不能这是这个最好的选项。补充一下您提的第二点，提案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保证这不是最后才来告知同学，而我们是第一场的时候跟同学做这样的一个报告，我们还没有去跟学校的老师做这样的沟通。基本上他是在二月中旬的时候，李主任建筑师来把这个方案proposal出来之后呢，那校长到各院座谈的时候，那在后面的农村学院还有圣科院，大概有两三个月稍微提到说可能未来想要规划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但是地点应该不叫哪地有讲，那这是尊重地主的建筑师的他的设计理念。要你要其实就校长刚这样说，现在都没有地派都是在讨论，所以才会举办今天的这场说明会，否则的话根本不需要来举办这一个说明会。那时间点，所以就是因为在学院的座谈以后，那大概就是有这样的讯息，同学说接收到以后，校长立刻决定请学务处来举办今天的说明会，而且今天不是第一场或是最后一场，后面一定会持续，包括对老师、对社区民众这样的一个沟通。那校长甚至从网络上看到各位同学的回忆里面，除了对这个多功能的中心、对宿舍、对教学一大堆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请学务处呢举办一个跟校长跟学生有约，他会把做的主管带来坐下来，那同学可以把所有里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他反映，所以过去呢就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来做这样的沟通。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保证同学是在最早时间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我补充一下说明设计的东西了。我们学校的基本的环境的格局是棋盘式，最棋盘式。那建筑师他在做这样思考的时候呢，事实上刚刚范老师讲说，对，从中心湖冒出一个很地标性的东西，或者是可能在其他地方去选。可是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棋盘式的规划当中呢，事实上我们有很大。有两条主轴，一个就是大门口进来这边，另外一条就是中心，就是行政大楼后方草坪的那一条，直通到网球场到国光的那一条，所以刚好是一个十字形的一个主轴线的这个部分。那其他包括电力大道那个部分也是有一个轴线出来哈，但是最重要的轴线就是校门口这一条轴线跟中心五旁边那一条轴线，这两条轴线。那通常在设计当中的轴线端点它有一个焦点物是比较 OK 的，所以在可能在他们的设计当中，它依据这样里面把那个焦点就放到这个部分，那这个是大概是他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考虑。那这条轴线事实上它是拉到校门口那个地方，所以过去在这个案子当中它也一并有做部分的校门口的一个思考啊。那当然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把整个轴线串起来拉出来了，这个大概补充说明。那选址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学校的这个部分空间事实上是已经蛮有限的，那所以找了几个地方才试图说那可不可能是这个方案。所以刚刚这样在说明说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 OK， 当然这样的概念之下，假设说设计理念是这样，大家觉得还 OK， 那是它的地点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大家可以再讨论。所以在选址上，我想建筑师他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那刚刚同学有谈到我们学校的学生人数是17500多人，大概不是30000人，那所以这大家稍微把数字稍微补充这样子。不好意思，那我是机械系的刘大军，然后我主要是想问，就是说像我希望说学校可以给我们一个额外的承诺啊，像钱就是一种能量嘛，那我们今天花钱在做这个建设的时候，我希望说在之后学校可以在网络上公开账目，就是公开说在各部分的支出是多少。那像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一个硫化饮料嘛，10块钱，但是我们在场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说这10块钱花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是希望说在像盖这个智慧之塔啊，三亿，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网络上的时候可以列出说在什么地方花了多少钱这样子，然后让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是学校的钱，我们绝对可以完全摊开来做公开的说明，但是是因为校友们他们捐赠的，那我们要尊重捐赠者的那个他们的意愿。我可以跟你报告为什么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我们叫中华民国万万岁。看到这样的捐赠者的时候，当局财政部他可能会造成他们不必要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说要公布是公布我们学校自己，因为这样我不管花多少钱，但是我们没法挖掘我们的捐赠的效率的公布，因为你们造成他们的困惑。对同学是要求学校本身的财务公开嘛，是不是？是对，这个校长已经在讲，我们将来是不是会通融化啊？我想这个部分在跟校长对话的时候，校长可能会承诺这个部分。问题是什么？那大家好，就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我们做了这个使用智慧之塔的所得的利益，那。就刚刚跟两位所报告，我们可能是想要得到一个中兴大学的地标或者是一个著名景点，那它的功能性可能是会有运动应募活动或者是一些演讲。那我想说的是，我们就我们现有的一些设施，我们已经有惠孙塔，我们有比如说图书馆上面有演讲厅，那就我们已经现有还有我们运动场所，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一个这个所谓智慧之塔？那包含我们已经有的这些功能，那所以我们所追求是那个向心力及地标。那这个向心力，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的声音，就几乎是质疑或者是甚至是反对的这个声音出来。那我真是很怀疑说，我们盖出来，我们真的会有向心力吗？那？我们如果是追求一个地标或者是著名景点，那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校是做观光或者是休闲活动之类的。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教学或者是学习的场所，那如果增加这些就是跟教学或什么有所不一样的目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对，大概是这样。我想这个在学校整个发展上，学校的所有的面向，学校都必须要兼顾哈。地标建筑也是其中一项，并不是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盖了地标，就是这个地标会排挤到学校经费使用到其他项目，这个经费完全是独立的。OK， 那这个当然我讲说，大家今天办这说明会的目的是目的就是收集大家同学的意见嘛哈。那同学如果大家赞成这个地标兴建，然后有同学不同的意见，能够去融合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啊，那当然这个地标就会盖起来。这地标不是说绝对一定要盖，我只是刚才在讲，只是说目前只是在持续不断的跟同学、跟老师沟通说明之后，才会去做一个决定。但是不会因为地标建筑会排挤到其他经费的使用，其他经费也是完全是独立的经费，不会因为这个盖的地标其他经费会减少，其他经费还是一样。我想学校的面向是所有的面向都需要兼顾的。那个我们第三个看的时候，你要什么？就是比如说智慧之塔啊，我们盖了，那比如说有艺人要开演唱会，或者是有什么大师要来演讲。那是不是说，哦，智慧之塔容纳比较多人，它比较炫、比较吸引，那我们一定就会选在那个地方。那会不会就造成说，我们排挤了其他建筑，比如说惠孙塔，或者是楼上图书馆有的演讲厅，那会不会造成就是这些我们现有建筑变成造成一个排挤的现象？对，这个东西，同学如果觉得说，会不会排挤到其他演讲厅、其他像什么演唱会什么，这个。这个建筑目前还没做这个规划，
就是你可以去看说，目前这个虽然延迟的规划有一个150人的演讲厅，但是这个演讲厅其实现在有没有必要，还是在我们会再检查。那同学最重要关切的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增加体育运动设施在这里面，学生活动中心的空间是不是能够兼顾，这个部分可能会想到这个部分。我是袁一先生。